你们有完没完？申俊言，目前场上出现了言语干扰其他选手比赛的行为，虽然日常的抗压训练和决赛中有这个环节，但是现在，我看一下，你可得好好打。你说你这要打不好，射击队不要你了，你妈那住院费不就泡汤了？你说可怎么办啊？ 这边枪吧，加油啊！稳住啊，手别抖啊，手怎么还抖？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？你不是抗压训练练的挺好的吗？别受我影响啊！加油，好好打！我刚才都说了，你这要打不好，你妈的住院费你说你可怎么办啊？你他妈有完没完？申俊言，队长，队长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队长，队长。 暂停比赛，撤！赶紧吃！快，叫队医！队长，队长，慢点！什么情况？呀，沈清源受伤了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沈清源怎么办受伤了？看什么？凑什么热闹？回开花！枪走火，沈清源的腿受伤了，周总。 队长，是不是很疼啊？你伤他伤的严重吗？这得亏是气手枪啊，虽然有贯穿的现象，但是杀伤力呢，还不止于上级筋骨。不过腿部肌肉损伤，对需要久站的运动员来说，不可小看呐。我们现在呢，只能做简单的止血包扎，建议立刻送往医院做轻创治疗。唐立奇，打110。 没想到，这几句话威力这么大，这抗压训练都白做了。这哈亚队扛把子废了，以后就成了三流队了。教练，比赛还继续吗？还是说另换个时间？5分钟之后，继续考核。 好，大家这次飞吧。都别拍了，打好了已经，马上就到。周步月，他不就仗着自己是个外队的吗？一会儿团体赛你还得上啊，不能让小闪白挨这一枪，你要调整好状态，打出好成绩。